近日，有网友拍到黄晓明带着儿子小海绵现身机场。视频中，黄晓明一身黑色穿搭，化身低调潮爸，一手插兜，一手拖着行李箱。儿子小海绵骑坐在行李箱上，不时晃动双腿，十分开心。一双大长腿实力吸睛，网友们纷纷评论：“这是遗传了妈妈的大长腿呀！”据悉，黄晓明和杨颖2015年结婚，当时二人的世纪婚礼引起热议。2017年，儿子小海绵出生，此后大众对他们一家三口关注不减，一丝蛛丝马迹都会被深扒。不仅夫妻二人频传婚变，更有人质疑他们两人没有给予孩子充足的陪伴。此前有网友拍到杨颖带着儿子一路小跑赶飞机出游，如今黄晓明也带着儿子现身，想来夫妻二人在工作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陪伴孩子，也算是尽责的父母了。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整个夏天想和你回